来了，啊，食物，食物，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。那我们来这边能干嘛？来海边能干嘛？这里可以插鱼，有鱼了可以插鱼。好，哦，有鱼，我喜欢。哎呀，钓渔夫出来！哎，杰瑞教我喝水。我看一下，那你的水就不能喝，你要回去上面了，啊。对呀，啊，这边水不能喝，这边水不能喝。我看到小雨在跟食物搏斗。食物搏斗，看一下食物，这样等一下大家就有的吃了哈。原来他自己是说真的不能喝，我还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，欸。我说真的不能喝，啊，上面是水。有肚子饿了哦，跑错湖了是不是？你是说要小湖哦？哦，好了好了。有没有小果实啊？我找吃果实。你要自杀啊，哦？是啊，我肚子饿了。小果实不就是拿来自杀用的吗？没有啦，这里有吃的啦，要不要？哇，我们砍了好多树哦！哦，这个啊，这里快被我们移平了，欸，好狂哦，这里超狂的，欸！哎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我不要推我，我在推音乐，把人推走。算了，吃剩下零食好了。我们没有零食了，没得吃了。我零食。哎。哎，欸，这个野人没有拆解过，赶时间，赶时间！哎，为什么拿到木头了啦？我要喝水，欸。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有精神状况啊？好像有，他说开那个手册会看到的样子。哦，低头啊，没有啊。欸，小萤火不能烧，不能煮东西啊，可恶。哦，对哦，打火机可以收起来。有哎，欸，哎，欸，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。哎，欸，我好饿哦，可是没有火会煮东西。哎，团团，你上次不是还讲说不用手捧吗？他会用手捧嘞。对啊，我一直以为不是不用，就要到这种小湖才可以。可是我饿了，嗯，有没有早餐野人肉啊？早餐野人肉有放在那边，要自己烤一下。啊，我自己烤，我自己烤。小萤火没得烤啊，要做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要生吃是不是？我是手册说我受感染的，我看一下。受感染。从哪边看啊？低，啊，吗？是太多野人了吗？低的哪里可以看？哪页？第一页是不是？第几个？有一个你点看看。对，倒数第四个。哦，我生病了，嗯，我需要寻找芦荟进行治疗或休息。受感染寻找芦荟，生病寻找芦荟。哎，我也是，啊，都是找芦荟 啊！大家都是吃野人感冒。哎呦，我们怎么找到那个会感有已经感冒的野人啊？哎，流感的。对啊，吃了就得流感。等一下我在烤啊，等一下啊，不是我在砍食物，我在砍食物。芦苇是什么？打火机拿不下来啊，我怎么拿小 L 啊？打火机下来，按 L，oh, L 再按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很喜欢打火机。只要再打一个是吗？再打一个啊，打一个大的。哎呦，不知道，慢慢。哦，他们说感染是血在身上太久才会感染。哦，飞行裤啊，那就不关野人的事啊，继续吃。可是我已经干净了，我要来盖萤火了哦。好，好，你可以盖个大的萤火吗？好，我先来帮大家盖个萤火，不要再去把它毁掉了。这很脆弱哎，欸，打一下都坏，欸。它真的是一下都不好了。还是火坑是干嘛的啊？火坑就比较小一点的，啊。扛着一个野人跑回来，超好笑。我带了食物回来了，好啊，来盖这个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嗯，哦，白色哦，树倒的声音啊，对不起，树倒的声音，哦。好了，我要推回去了。嗯，推。它这个树会再长吗？会，有设定会有，一段时间会冒回来。这么猛。我们好像要该弄干净水，这个水是脏水。对啊，兔子，哇，草草好猛啊！直接那个超多哎，我已经弄到满了。哇塞，团团，哇，你那个一坨里太多了吧？超多，放到满台回来的。上山，我送木头回来了，超帅的。伐木工出发，哎，音乐也是一坨，音乐也是一坨，哎，不是啊，这是占地为王哦。我们占地为王了，这是 我偷你几个用，偷几个音乐的用。我们刚刚那边还有一堆倒下来的，你要偷人家用啊，先把人家的家盖好啊。我先帮你们用引火哦。那个树叶不够。哎，食物，食物在我这里，我听到食物声音，食物在我这里。凶巴巴哦，凶巴巴哦！我在砍木头，你在那边阻止我哈？
哈，他请你吃竹子不行吗？真翻了，不行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我觉得翻车了，哪里？我看我看，车子卡进去，哇，哎，那个厨师在哪里？哦，有了，撑出来了，撑出来了，出来了啊！厨师是谁？我怎么了？这里地上，你放在萤火旁边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放萤火旁边。我等一下去药理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要急。今天帮大家研发一下那个人肉铁板烧。好。啊，记得做完事记得回来吃哦。还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惹到最不该惹的。小鸟我也是伐木工啊，小雨也是伐木工。伐木工，烤太久会焦掉哦。哦，是啊。哎。烤完要把它拿起来是不是？可以吃的时候就要把它拿起来吃掉了。啊，那就先不要丢进去烤。喜欢控油野人吗？控油野人，控油。我已经把那个萤火盖好，我们可以烟熏野人了，要不要？耶、，smoking 野人。要一人几吃啊？一人几吃？一人也可以，一人也只能四次而已啊。一人呢、欸？四次啊。一人加绿豆。想出一下要怎么用？很对啊，感谢小起点。看到野人就是食物了。树倒喽！手柄烧起来喽！我烧起来，我在研究新料理，就不小心烧起来了。你所以新料理是郝哲平的意思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 他把自己放进去研究了啦。耶！哎、欸，有些可以放肉，有些不能放肉是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站不住？调角度了，调角度、哦、又烧起来了，我又烧起来了。这料理还真，这料理还真难呢、欸。啊，以前厨师不好当，不好当。我这上我上我的家也太难了吧，好累哦，超累的。还得我帮你拆，帮你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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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臭食物，臭食物。这是允月的家吗？啊？中间那个是允月的家。嗯，有我在帮忙允月家补木头。他只能让我放叶子而已。我要来车了，我要来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做了。加叶子是要补火吧？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你装备的，按R可以调。R可以调什么？可以调你要放进去的东西哦。嗯，反正食物不会腐烂嘛，我先放在河边，等一下再搬回去。你回来发现它不见了，我再来抓鱼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们那个烟熏人肉做不出来，这萤火不能烤。为什么？大萤火不能烤？怎么可能？啊，我什么的、啊？小的才行啊。对啊，你自己看，他没有那个放脚的标志啊。等一下，你要拿啊，快走，快去！我天啊，天啊！我在规划我家的石墙怎么拿到手上。对，你先打开包包，按打拿在手上，他才会出现 C。没有，他还是没有，还是叫补叶子。嗯，哇，我们只能吃萤火。萤火烤的，可是萤火又好容易那个、喔。吃萤火腻了，对不对？腻了，给我擦擦看吗？吃一个，你可以野人三吃吗？有啊，这边已经够三吃啊。来，我放一个小小肉进去，可以包的那种哦。饼皮，饼皮是谁？你在干嘛？我要来盖奖。你在干嘛？我都有烤鸭三吃的。哦，我要擦鱼了。我今天把我的家盖在湖旁边，因为最容易被烧起来。好的。你直接盖在湖上面如何？真的假的？湖上吗？水上小屋。我需要是盖什么原木屋吗？对啊，我们在盖木，对，就是最需要最贵的那一个。哎、欸，可以盖水上小屋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我就这样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连我们家城啊？谁推我？有人推到我。我刚刚在那边吃东西，然后他一直跑过去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没好？耶、yeah, ！我也围好我家的范围了。你们都自己围一堆。
他直接沿着哈记的那个墙壁围啦。对啊，那我也要围我的那个壶，全部都我的这样。壶霸菜。要喝水要先给过路费。对。哇，我们越来越像小镇了呢。哇，越来出现资本主义了呢。真的是要，我们要选市长。哎、欸，我推车在哪里？啊，可是。好的，长矛，可是拿长矛就不能在水下，不能拿长矛。哎、欸，大学的宿舍冷气吹不够，选市长哦。啊，冷气卡嘞。我觉得我上任之后，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就让那个大宿舍、哦、那个大学的那个宿舍，每一个都跟五星级饭店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上任以后怎么样哈？那个每个人的午餐都免钱。哇塞！哇！哇！错呢。所以野人会直接进来吗？对，没错，我会想办法让野人进来到我们这里面的居住，是不是成为食住居住这样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请让我们以成为食物为前提交往吧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是野人的 guest house， 有去无回的那种，超恐怖的。我好像知道这里是哪里了，旁边是大洞哎、欸。沿着河可以看到那个大洞哦，陨石坑，陨石坑，陨石坑，我家完成是主线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家完成，我旁边那一家是谁的、啊？我的，那个是在另外一边哦，小雨的，那边是我的，我多的木头，耶、yeah, ，我也推了一车回来，为什么你的比较贵啊？啊，有吗？你的91个木头哎、欸，我只知道80多个啊，他好像因为有那个价高吧？哎、欸，我的100哎、欸。价高还有算呢、喔，我要100。哎、欸，月可以跟你借小推车吗？啊，跟你借推车？哦、可以啊，你要盖房子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要盖房子。我以为你要说要过路费之类的，要怎么使用啊？我现在要坐楼梯啊，可是这好难坐、喔，楼梯怎么那么难对啊？在哪里啊？我靠，我直接拿一台用嘞、欸。哦，你拿个团团的，那台团团的。哦，谢谢。那你拿，我现在目前是你要不要用影月？用影月的。好，我用影月的，我用影月。我要去做事了。我架太高了，没办法，那水啊！哇，摔！我架开一点，我家要漏水，跟你讲。我甩尾了，我算甩尾。哎、欸欸，这个木车直接插在土里面、欸，直接插在土。对啊，我走到海边了、嗯。哦，你到海边了，老龟龟。海龟。哇，你这也太高了吧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说我的吗？对啊，你这也太高了吧！哲平，你到时候要怎么上去啊？太好笑了吧！还好没有，要自己再盖那个楼梯，斜坡吗？楼梯，哎，可以吗？楼梯是吗？真的楼梯，那就好。啊，你要存档？可以存档哎、欸，我要存档一下。啊，你有帐篷可以存档？对。哇，那我也存一下好了，在家里面就可以存档啦、啊。对啊，家里其实就可以存档了，只是因为那个什么，他竟然没盖好家。哦，对啊，团就存养乌龟。好。哎、欸，所以每一个人是只能拿两个木头嘛？对啊，啊，如果你就放到那个上面就可以了。小庄，你的家上不去耶、欸？没有，我还在盖楼梯，我还没盖完。没关系，我的家一定是上不去的。我在盖。太高了。哎、欸，他盖完才可以用哦。对。对啊。还差一个、哦，砍掉我家周围的树干嘛？那是丛林风，好不好？你懂什么？来来来，我知道，帮你砍掉，我帮你砍。不要，我帮你砍。不，我的湖泊，我的森林。欸、大厨，那个又野人肉可以用了啦。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我大厨也要房子啊。大厨不能有存了，存了。哇，家里好棒啊！这楼梯盖的真棒啊！太棒了吧？嗯。小村庄，小村庄哎、欸，村你只是觉得很碍眼，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推车嘞，推车都拿光了吗？我想要有个推车去放石头。在山坡上。哦，没有，我的还在有。好，我还在砍哦，海鲜不能吃。他今天不想吃，可以吃海鲜了。他不想吃那个了，不想吃人肉。他已经不想吃人肉了。对，他不想吃。他要在游戏中看看能不能吃海鲜，以那个成功完成他的梦想呢？哦，雨月也会用到那个手推车哈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捡石头。对啊，树林小屋风格哎、欸，虽然好像要被砍光了。哎、欸，
你旁边还有树吗？借我砍一下。我车怎么你的车怎么翻了啊？不是，别掐病鬼心啊！你那个满了啦。然后整辆车飞出去。我只是撑住，然后累了撑了一下，他就飞到旁边去了。哇，怎么飞得这么远啊？我没有生气哦，直接飞出去。宝，树林小屋。哦，不要下雨了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在家哎、欸，下什么雨？下雨了，我还要。